听说年轻人都用茅台做流麻了，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喝这个茅台咖啡呀？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终于买到啦，而且还很幸运的拿到了店里的最后一张贴纸。咱就是说流沙麻将必须赶紧的给安排起来呀，倒入茅台。感觉一般茅台都是那种特别大的喜庆的日子里面才会喝的，所以今天的大锅饭就用到了红色的闪粉跟金色的闪片，主打一个喜气洋洋。听说还有小宝不会封这个洞，今天就慢慢的给展示一下，就是像视频里这个样子。哇哇，好美啊！今天的这个沙配的很满意，咱就是说小麻薯的这个图也太配今天的流沙麻将了吧。其实用和纸胶带也是可以做流沙麻将的，就是先要给和纸胶带打个底，然后在覆板倒胶之前先少量的用UV 胶给它的缝隙填补一下，照干，这样就不会出现渗透的状态啦。下面再用这些布灵布灵的小链条围着一圈给它装饰一下。背面我用到了一个叫拉丝什么纸的东西，反正就是各种颜色都有，放在后面还是这种闪闪的，很好看。背面再来浅浅的箍一下，最后再加上蝴蝶结和小翅膀，一块年轻人的茅台流沙麻将就做好喽。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妈妈夸我做得好，聪明勇敢有理性，我真的羡慕，我欣喜。哎哟，富拉轩也没问题，后宫翻两首刷新歌里是个闹。电囊里背不放弃，是寻找减肥的书盒里。电脑电脑烟肚皮里面是生命大神的。家人们谁懂，在我拍这块流沙麻将制作过程中的时候，脑子里一直都是前面的那个 BGM， 它真的很洗脑好吗？这块流沙麻将其实是送给一个阿姨的，感觉这种寓意比较吉祥喜庆的东西没有人会拒绝吧。今天配的大锅饭也是非常的给力，很好看呢。最后就把我们的男神贴上去，然后简单的复个版就 OK 啦。还是第一次送长辈这种东西，希望阿姨可以喜欢你。最后照完灯之后，我又在下面加了流苏的吊坠，看成品吧。财神驾到。小麻薯24节气来喽，嘿嘿嘿，它来喽它来喽，这次还有徽章嘞。小宝们拆出的都是什么款式呀？可以给我看看吗？看到这个徽章的第一眼就想炫一个流沙麻将呀。有几款抽到了重复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都很漂亮。迫不及待的再来拆一下胶带吧，这次有两个款式，之前的那个一直整数的那个感觉我就很喜欢，这一次的胶带真的也好喜欢呀。快来看看图鉴，满满当当的这种感觉好爱好爱。今天我们先不做手账排版，先来用这个隐藏款的徽章来做一个流沙麻将吧。这次选的壳子也是那种带有一点点古风的，再来配上一个咸鱼酱的大背景。今天想做一个那种渐变款的流沙，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感觉粉蓝色的渐变配上我这个隐藏款应该能蛮好看的，所以今天的大锅饭就是粉色和蓝色的喽。注入流沙油之后就给它晃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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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咕咕的部分竟然没有录上，大家从或者看一下吧。我发现用细胶去覆板真的挺好用的，而且不太会有气泡。背面贴上这种闪闪的背景，正面撕掉膜，我们就可以看成品喽。对，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肯定是我有好事要发生了。小麻薯变身流麻。小麻薯的卡册里面带着一张雷射票，这个雷射票挺好看的，有背景也有前景。流麻必须得安排一个呀，因为雷射票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这里献给他，把前面的一层撕掉。接着就是找出我压箱底的雷射票流麻模具了，这个还是双色。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了，给它去配粥，这些布灵布灵的小东西看上去真的很好看，主要是想做一个黑红色系的，所以里面加了很多的细闪。需要注意的是双色流麻有两个注油孔，所以不用的那个先给它封起来，这样往里面注油，弄好之后再把这个小的打开再注油就可以了。今天配的这个颜色我特别的喜欢。下面就是我最拿手的环节，咕咕，来快乐的给它咕一下子吧。我不太喜欢那种前景装饰特别多的样子，因为就看不到后面漂亮的流沙了，所以就简单的给它贴了一点。做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就要进行最后一步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覆板环节，
每次这一步我都感觉自己做的不太好，但是这一次感觉还可以。再把双色流麻的背后装饰一下，撕掉膜之后就可以贴上镭射票的背面，正好是一个彩窗，看一下效果吧。和我一起做流麻吧。等等等等，今天做的流麻可是小麻薯可爱风的哟。先来给小麻薯配一锅大锅饭吧。基本操作过后，我们就可以做饭喽。想要流沙油不挂壁，就多照一会儿紫外线灯就 OK 了。今天的大锅饭有一种女明星在打歌的时候流光溢彩的那种华丽的感觉。说到这里，有没有聪明的小宝能猜得出来今天我要用的是小麻薯的哪款贴纸呀？其实我做到这里本来以为我的闪粉跟亮片放多了，但是后面成品来看的话，不多不少，刚刚好，这种庆幸的感觉谁懂啊。给我们的大锅饭注入生命的源泉。在这里我尝试了两种流速不一样的流沙油，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快看啊，真的好神奇。这里没有倒放哦，它们却往上飘。接着就来请出我们的小麻薯女明星啦。今天做的大锅饭的配色跟这个贴纸的颜色真的好搭呀，因为用到的是磁吸的亚克力壳子，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在复板的时候 UV 胶会把贴纸渗透，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一步呀。看成品，对，Quicker, I'm hot, my blue and blue is all spotlight, night bar, I'm star, star, star. Quicker, I'm top, I'm twerking on the run. 流麻助眠来了。从来不觉得你帮不到，至少这个承诺你已经救赎了我。因你不开心而难过，过去已经了，永远都不会改变。背后是诱惑，是因果，命运从未固定人们的选择，是我现在无法去探知的。你需要帮助吗？和我一起做流麻吧。等等等等，看到这个手是不是以为不是我了？是我是我，你看的没错，是因为我要做流麻，所以我把我的长指甲换掉了。拍了两年沉浸式的视频都不怎么开口说话了，新关注我的小宝是不是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呀？但是这个声音应该有小宝可以听出来。嗨嗨嗨，我是小土豆，和我一起做手账吧。做流麻最喜欢的环节就是可以把各种的亮片和闪粉给它怼进去，真的好快乐呀，这个过程姐妹们谁懂啊。最近这两天到了很多的闪粉和亮片，如果有小宝喜欢看的话，我可以拍一期视频跟大家去分享。接下来就是注入流沙油啦，我很喜欢这个过程，感觉特别特别的治愈，特别是流沙油把亮片闪粉它们冲下来的那一瞬间。今天的这个大锅饭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果然前几次的流麻失败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是因为材料不够凑手啊。来到最后的复板环节啦，之前有小宝担心我做流麻紫外线灯会对手不好，所以我买了黑色的手套，小宝们放心吧。这不说什么东西都是个轮回呢，这不以前囤的胶带现在就派上用场了，就像这样华丽版的流麻就新鲜出炉喽。你只需要走你想走的路，看你想看的风景，我会乖乖跟紧你，不让你走掉。和我一起做流沙麻将吧。今天用到的这个图其实争议还是挺大的，但我都打印出来了，本着不浪费的原则麻一个吧，希望小宝们理性对待。
今天的大锅饭做得还不错。小宝们的许愿我都有看到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呀，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包括大家说的最多的，让我用卡的那个图案去做流沙麻将的那个许愿，不是我不想做，是我手上的那一大堆壳子里面没有合适的尺寸，所以我要重新入一点。亲爱的小宝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喽，在你们开学之前，我一定会做出来的。看成品。Happens every summer. Things are moving slow. And time to unwind only gives me time. 终于做出来了。流麻人又上线喽！今天做的是光与夜之恋的，先来给他整一个 PET 的大背景。我发现就是这个样子反着贴比较容易对齐，该喷的该擦的通通都给他一个流程都不落下。听了小宝们的意见，把流沙油换成了慢速的，果然效果真的很好。最近又入了好多布灵布灵的闪粉和亮片，因为大部分都是袋装的，所以收到之后为了方便使用都把它装在了盒子里面。开始的时候还是用那种亚克力的盒子装的，最后发现根本就不够装呀，于是我发现了吃外卖的时候装料汁的那种小罐子，价格便宜，数量多，装的还很多，真的很香呀。今天用的这个图特别的喜欢，这种快乐的感觉真的是可以通过纸片传达出来的。你因为图片的尺寸不够长，所以在两边贴了一些 PET 的胶带作为遮挡，在复版之前我又加了一些布灵布灵在他们的头发上面。看成品吧。Welcome to my party. Sit down by my side, baby, count to five. I couldn't get you off my mind. We're on the beach, boy. Lose your mind and roll with me. Take my hand, vibe it up, play that. Oh.迷你小流麻一起做起来吧。准备做两种颜色，一个是绿色的，还有一个是金色的。小宝们可以猜猜今天我用的是哪个人物呢？接着往后看吧。咱就是说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这个环节了，因为是两块迷你小流麻同时一起做，所以呢亮片闪粉的部分也可以做亮哥啦，实在是太开心喽。因为过于兴奋呢，所以这个地方忘记提前注入流沙油了，但是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诶，一点都没有挂壁。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有没有小宝可以出来解释一下呀？快看呀，今天的配色不多不少，真的刚刚好，好喜欢哟。你喜欢哪个呀？嘿嘿，今天选择的是 Q 版的光与夜里面的人物哟。抠图的部分实在是太漫长了，所以我在没有拍视频的时候就默默的抠掉了。接着就来到了最后的复版环节喽。哦，对了，在复版之前，因为我担心这个贴纸会透，所以提前用钢化封层去封了一个边。音乐起。心随着你到特别的晚风遇见了特别的你，特别的爱只因为你才有意义，想念陷入潮汐，是你的梦。